接下来请陈柏惟陈委员。感谢嘉伟，感谢咱代理的诸位。首先请教一下哦，台语听得懂吗？啊，会使会使。这个小学的时候教育有教五育并齐，啊，五育哪五育？刚知道，刚知啊。德智体群智。啊，这个德智体群。德智体群美啦。美。啊，迄、那个德育是什么意思？品德。德育其实就是品德、德性嘛。啊，但是德性要安怎建立吼？要安怎建立？伊其实是套有制度，制度服务一个群众，制度服务民众的时阵，就会鼓励这个国家的人去尊重这个群众，去学习这个群众。什么意思？比如讲，咱讲爱尊师重道，结果有一挂老师有可能是歹人；，咱讲爱敬爱国家，结果国家竟然会杀人。所以，伫转型正义上啊重要，就是讲咱的法律建立了正义感了后，才有法度和后辈世世代代的这些人民来遵守着一个走向正义国家的路途。所以呢，我知影讲前阵啊，咱延长一年，我想要请教的是讲，当咱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维权的机器已经长达五六十档的时阵，咱要安怎用这三档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年咱上届大的方向甲目标是要完成什么代志？是因为促进会上主要的任务就是规划甲推动哈，上主要就是规划啊，有一寡部分爱去推动，所以接下来这一年上重要的就是具体的方案加实施的这个步骤哈，要安怎来规划这个部分是阮未来的重点，所以真济这个法律的这个法制化的这个推动是阮未来上大的重点啊，拄只。有讲到讲，包括讲财产，哈，包括讲不赔偿，还是讲不宜遗址等等，哈，拢是未来会去规划。这个延长一年吼，这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希望讲会当直接完成这代志。但是如果那一年无够，过一年的时阵，伊的正当性会愈来愈低，所以必须要提醒恁代理的注意及平静的长官，必须要把这件代志放伫心内，非常重要。然后呢，我其实拄只看电视一直到正时，我发觉一件代志，大家一直无讲到，可能是无注意到，但是这吼，你敢知影这个？咱出去算到做泰哥的时阵，回来，阮妈妈拢会讲哦，你哪会惊人？啊，惊人这个物件就是安那，就肮脏。啊，要甲这个肮脏洗洗，叫除垢法。其实咱知影转型正义有一个除垢法真重要，就是人事的清查。比如讲地震摇摇背啊，吼，捌做过立委，伊嘛是伫国会用台语质询。迄个时阵，因为美丽岛事件，红怪甲刑的迄个检察官，后来竟然还佫伫中华民国政府咧做法官。所以，这个人如果若无清查出来，而且吼，咱知影做一个宗教要上天堂，上界简单的方法，上界简单的一个宗教，天主教，你至少嘛要甲牧师告解。所以，当当这个人捌犯错的人，不管伊是心甘情愿要成为共犯，或者是伊不甘不愿成为政府的共犯的时阵，你拢必须要甲这个人来透明化，而且伊愿意道歉、理解了后，伊才有法度重新转来这个公职。我想，你敢有认同这个讲法？人事人才部分，阮去年都有咧做委托，所以这当然是。阮认为讲，因为促转条例第四条，这是阮爱作为法定的。第四条第三项有讲到人事清查啦，但是我请教过济济法律专家，包括咱的助理研究的结果来表示讲，其实伊的法源经济无够，无法度用伊来做代志。我嘛知影有做委托啊，但是咱必须要直接宣誓讲，其实我认为转型正义上重要的，毋是形式上，毋是方向上，而是讲伊真真正正会当套用到促转会来达成到。社会安怎实际的影响？过去咱阁有看到电视节目吼，咱政府要求欧德去外国杀人了后，阁去东南亚去白种，啊，阁好好过一世人。这其实是咧教育咱台湾的后代子孙，爱学习如何来做一个欧德。这哪有可能会通？所以转型正义伊的重要性，包括着除垢法、人事清查，包括着不宜遗址，甚至是财产的清查，其实不只是讲咱要安怎检讨过去。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真正正正确的方向。伫罗马，因个元老院就亲像咱个国会议员，你要做立法院，你要做国会议员，爱先去做兵，你要敬爱服务这个国家，然后你才有法度来做到这个国家敬重的职位。这就是转型正义真真正正爱做个代志。而且爱甲恁小听，一定吼想办法来。在这一年内底完成咱还未做，而且是世世代代台湾人期待来做的代志，好唔好？好，多谢。在方向顶端，除了除垢法，
咱还有政治档案公开，包括坐坐林义雄，包括这个陈文成，包括吼、哦、江南案，这些代志，敢有法度甲咱讲，顶一届这个档案总统要求开放了后，咱拄到什么困难，以及未来要安怎解决？是即马其实去年七月政治档案条例伫个立法院通过了后，其实伊的这个速度就变真紧啦吼啊！过来总统伫个今年二月嘛有讲到讲上大的开放、上小的限制这个部分啊。目前其实进展已经有好真济啊。阮嘛真感谢讲像调查局啦，是警政署吼，伫个阮的档案包括讲侦缉甲解密的这个过程内底吼，目前拢有咧配合好啊。但是即卖目前就是讲。拄只委员讲到讲制度的部分，因为即马到底有机关啊，阁有偌济档案吼？因为即马是用一挂关键词清查的方法吼。啊，阮是认为讲伫个机制上面可能还可以检讨，看能不能够再有更深入跟更大范围的清查呢？好，咱委员吼，这个委员会一开始是按算要按高的委员呐，那因为正副主席登记出缺啊，这个你嘛是代理的主委，真正一个敢那剩三个啊，拢总五个人咧运作，表示人员不足啊！希望讲这个物件优先保护者，人者时间一年安尼就会当弄。你最后若保无者，你这个人真正真困难，爱加油，好唔好？谢谢。好，感谢 ，Thank you， 谢谢焦委。谢谢陈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邱显智邱委员。